Hello， 梦婷 ，Hello。这边的柜子呢？这个柜子就是放杂物，上面都是食物，食物跟小朋友的奶粉，小朋友的奶粉，对，备用奶粉会放在最上面，因为我们是买很多罐，嗯，最上面会放就是备品的部分，对，备品。然后如果那边泡的快没，就会再补个两三罐上来。备用的在这边，然后常用的在厨房吗？在厨房，衣柜就是口罩，口罩，然后跟小朋友的备品，就是他的什么牙刷，然后奶瓶刷，小朋友的东西。OK， 然后这边就是这一区其实是刚刚出租把它挪过来，就是然后这一区是我的最近在用的精油的东西，然后再来是主卧。晚上没有在这边睡觉，我们四个人是睡隔壁房间。OK， 对，这一间就是小宝他从公托回来的时候会先睡在这个婴儿床，好，里面就会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。Oh. 然后这个床是我平常就是睡午觉的床，睡午觉的时候会在这边睡。今天可能主要就是，所以你比较困扰比较是衣柜，对，比较是衣柜。好，这个衣柜是谁的衣柜？我的，你的衣柜。那边的衣柜是？这个是先生的，这个是小孩的。OK OK， 你都很清楚你的物品在哪里，我都很清楚。OK OK， 所以其实找东西上面没有太大的困扰，不太会。Okay, 对， okay. 除了找小东西，就是那种很少用到的才会想说，哎，我放在哪里才需要找。例如什么？例如，就还好。可是我觉得比较困扰的是我们的大浴巾跟床单，嗯，然后还有被套，我比较不知道该怎么收。你说就是已经就是洗完之后，洗完之后，然后你要收进来。对对对，对我每次要找大浴巾跟找床单、被套、枕头套的时候，我都要东翻西找，这上面都没有棉被，它上面太高，我就不想放。OK， 对，而且因为我看你们影片，就是太高就不要放了。对对对对，对啊，那一条是用不到，就是也是想要拿去捐。OK， 对吧？你看这边有大浴巾，然后那边也有大浴巾，这边也有毯子。好，然后这边是我冬天的衣服，冬天的衣服，冬天的衣服，所以这边是冬天的，哎，下面是冬天的，下面是冬天的，然后上面是夏天的，这边是夏天的。因为我觉得我衣服很少，对，然后就是这边就很杂，这边是比较少用的，是不是？这两个抽屉我几乎没有在开的。那我想问他这个，这个就是放卫生棉，还没用的卫生棉，然后内衣、喷漆。这是我最近才买的袜子跟内裤，我觉得这样很清楚，很我觉得这样很精准又很整齐、然后这边有比较冬天厚的袜子，因为塞不进来，太厚了。这种小毛巾我都会这边放一条，那边放一条，比较可能定位上有问题的是这几样东西。OK， 那我们先看一下，你刚刚有提到大浴巾，好像也没几条。大浴巾有多少的量？我不知道。OK， 那大浴巾你什么时候会用？小朋友洗澡，哎，会用在小朋友身上而已。对，当然是不会用。先生会用，但我自己不用。哦，先生也会用，是每天洗澡的时候都会用到一条，然后用完就会拿去洗。我一个礼拜换一次。一个礼拜换一次。对，所以一个礼拜洗一次吗？一个礼拜洗一次。OK。OK。那基本上这边的空间是很大的。对，那放这些东西有点可惜。其实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拿下来的话，然后大浴巾全部吊挂在这边，会不会比较方便一点？全部挂在这边吗？对，因为浴巾比较大嘛，对不 对, 对？所以它需要比较大的空间。之所以会乱塞，就是因为好像没有很大的空间。但我都折起来，然后丢进去这样。哎，所以你觉得折很麻烦？折不会很麻烦。但你比较喜欢折，还是比较喜欢掉？你觉得你比较顺手、比较偏好的方式？比较掉，比较喜欢掉。你比较喜欢掉 ，OK， 那很好，那刚好就是掉。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那么多的空间嘛。袜子、内衣或许可以收到下面，然后这个可以不用，然后那个备品的卫生棉那些的，可能可以跟其他备品一起放。所以下面这两个空间就是整理好之后，就会有一些空间出来，就可以去处理上面比较小的物品。基本上所有东西应该都可以空出来，先拿出来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然后我把那个柜子的可能床单跟浴巾都全部都拿出来，然后再我们想看我们怎么归定位在这边，对，然后看一下量这样子。好，你先把这个跟这个拿先拿下来，好。衣服大的东西其实你都没问题了，这样子。掉过非常多，对，看得看出来。我现在都衣服不用换季，就是都是这样子，真的很少，而且吊挂很方便，这样一目了然。收回来就挂，我也很好找。对，然后就是上面我都放小朋友的东西，两姐妹衣服都在这里，就很多，所以我真的得要折。OK， 那这样把床单的这些东西移出来之后，应该小朋友的空间会更多一点。那现在先分一下，就是浴巾的一类，然后毯子的一类。
床单也一类，床这是浴巾嘛，就是洗澡的，然后这是小朋友的被子，然后这是枕头套，然后这是被套，然后这个是床包，床包，然后这是保洁垫，保洁垫，每个不同类，对，这是枕头，这是床包，就是跟这里一样，但是这是同一组，对，这是算是棉被吗？它是毯子，是小朋友在。就是爸爸的，爸爸这么不爱女性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哦，我刚刚丢在这边，小朋友洗完屁股，顺手擦的，擦屁屁，擦屁屁的。这个消失很久了，跑出来了。被单，被单，对，那是跟这个黄色是这个，对，浴巾 ，OK， 这边都是。是不像不需要这么多条，应该可以跑太跳一下。OK， 羊背这是大的。然后这应该是我之前要买的方法，就是放包包的，放包包的，是收纳盒吗？如果要用的话，就把它拆开来好了。等我拆开，肯定就会忘记。买了就是要用。对啊，对啊，可以放包包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知道。在客厅，我们要把它拿去挂起来。好。好，空了，新的耶。对，这个没有拆，那就可以。那你要把它剪掉吗？待会我们会把它折起来或挂起来。好。这个也是浴巾，这个是小毛巾，他们都用大浴巾，然后我都是用这种小毛巾。哦，你自己的？这边好像也有哦， oh, okay. 这种小毛巾，这就几种嘛，以后你的你就放你的衣柜里面。你是在哪边买的啊？ IKEA， IKEA， 对，哦，但不好用。因为它是就是很难定位的很好，对啊，而且它是三角形的，所以它就是形状比较特别。看了每一片都会想说，嗯，当初跟我买这个还没用的卫生间上面先放地上。所以你都是去哪边买，还是这是网购？这是 Costco， 我就把冬天的衣服都调过来。好，那我好可怜，我只剩这一个柜。但其实你早已经差不多快整理好了。而且我这边还有一些要丢掉的，还没丢。那很够啊，怎么会很可怜？高中的纪念 T 恤，高中的纪念 T 恤，我这有点重，很重。你要再把它烫过吗？我先把它丢了，因为它这边有点黄黄的哈。对啊，再洗得掉。我也不会穿它了，我应该穿不下。那先去拿一个袋子好了，好就是回收的部分。就先跟他说再见。好哦。我的高中同学看到我会，他会伤心。我帮你拍影片记录起来了。就是那一定是我们的帮扶，变这么重。帮扶。谢谢你，拜拜。谢谢。这是这是一个毛巾，这是公公送的，拆开才会用。对啊，好，这个是我可以用的。OK， 好，那就是你的啦，可以是新的。这是枕头巾，这是小朋友的吗？比较相近。那它应该算是枕头套，材质很好，好像舍不得用就一直放在。好，今天可以拿来用，拿来享受一下。今天好多新的东西可以用。比较是你的吗？这个我想拿去网络上送人。因为我不喜欢这么长条的，哦，但是很 bad baby， 我都喜欢这种的。那这边基本上枕头套跟那个床单是比较少用的，比较常用应该是浴巾嘛，因为洗澡。对，所以我们先吊挂那个浴巾相关的好了，还有毛巾。你看这方式好棒哦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把浴巾挂起来。吊挂是最方便的。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吊挂的话，就是会比较方便。都觉得衣服可以挂，怎么没想过浴巾可以挂的？太棒了！而且这样子就是收起来就直接挂上去了，你就不用再拆下来又再上去再折。觉得开心，而且这样我也可以知道我有几条。对，这个颜色都蛮不同的。然后比较久就可以丢了，你就可以边用边感觉一下哪条浴巾你用起来比较喜欢。哦，所以总共有几条？九条，然后再加三条，加三条在外面的 ，OK。然后一个礼拜是洗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其实应该留六条就够了。嗯，你可以评估一下。先折大的好了，体积比较大的可能要先决定，棉被这样子的。比较大的可能可以就是直立在那个下方的空间，然后比较小的就是塞到那个抽屉里面去。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要看一下量，到时候也许一个抽屉可能还是要送给你，放在那个人毛巾跟毛毛的部分。所以看看你的这边的毛巾的尺寸跟它的体积大小。好，那我先把它对着再对准。觉得这个小毛巾是不会太方便的。OK。袜子，
内衣跟内裤你是放在这边嘛，但是这边其实没有到很乱，有一些去洗了，然后洗完了回来的会是、okay. 就会刚好是这三个。哦、oh, ，对，好像很精准。这边的话就是开过的，不过因为开过好像全部塞不进来。哎，先把它拿出来好了。好，所以你卫生棉的话，你是不同品牌都会去尝试？我没有特别固定用什么。所以如果说下一次惊喜来的话，你会先用哪一包？我会先用哪一包？就是怀孕的时候用的，怀孕的时候用的。对，所以之后不会再用。可是平常哦也可以当护垫，也是可以用。不、哦、当品项比较多的时候啊，即使有些是开过，有些是新的，还是集中在一起可能会比较好控管。OK， 这样才知道说哪些有才不会一直又去开。对对对。其实这样的话应该都可以进得来才对，试一下。或者是如果把袋子拆开呢？也可以，因为是我不介意把袋子。OK， 你不介意的话就可以。你可以用这边。对，然后护垫，然后日用的。那这个放这边，就等这边用完之后才会用到这边的。对。那些都用完之后，以后就维持在那个大小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买那个抽屉的量就好了。就是、我可能会比较倾向再多备在后面的那些量，因为你去 Costco 可能一次就会，可能就会买个一箱这样箱。它、啊、那后面那个空间就是固定放卫生棉 ，OK， 就是卫生棉的位置。金毛毛，那这样比较好用的第一层还是要给你用，因为你还是有一些小东西要放，毛巾还有内衣还有那个围巾。这有小白兔，小白兔暖暖包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外出的时候，对，外出的时候带的。应该其实跟口罩放在一起会不会比较适合？好，对，就是那个柜子那边，嗯。这个是床方，原则上这个被子就是把它折成长方形就对了。嗯，长方形，就是基本上是对着在对着，对着在对着。嗯，但是因为它会有这个，就是皱皱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折进去，拉平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要想办法把就是不规则的地方就是包进去。哦，好，这边把它对折，嗯。那像不规则的地方在这边，那不是把它折进来，这两个三折，感受一下，看它怎样可以立起来这样。OK， 立起来，基本上就是对折来对折，然后可能就可以三折。那接下来，梦婷来试试看，好，来试折一下。对，它有一个就是有点三角的。可以稍微辅助拉一下，这个，对，这边有个凸的，这边凸的可以捏在一起，好，然后再来，那这边折进来，哦，这边折进来，因为它是不规则，对对对，让它变成一个长方形，然后这边折进去，好，那这边会比较不规则嘛，因为要从这边折过来。这比较大，就是可以跟老公一起帮忙，比较请他一起帮忙。就是如果说折到对半的话，可能就太少。嗯，但是这样太刚好太大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，三分之一折进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折进来。这个可以对折。好，这边就可以感觉一下到底要对折还是要三折。那有时候三折是不是可能又太小一点点 ？OK， 那这时候就把它打开，然后这个这边留一点点东西，从这边三折。哦，好酷哦！这个要练习，感觉一下就知道了。对，好整齐，好厉害哦！其实棉被很大的时候，两个人会比较方便。哦，跟那个毯子。差不多大，所以现在就是有一条保洁垫跟一个厚毯子，各一这样子。还是这个可以挂起来，刚好是防滑的。好，那所以毛巾也要这样折吗？嗯，但是你在洗澡要拿的话，其他条都不会受到影响。了解。我小朋友的衣服也都这样子，就是跟你们学的。OK OK， 对，就觉得受益良多。那我们就可以放在第一个抽屉里。我好像也不需要这么多毛巾。这丢掉一些，你可以再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就是洗完头就把它套进去，这样可以折这样。但是你就折这两个嘛，对，应该会知道。
小朋友的东西先进去。好，小棉被这样。OK， 好，小棉被。放在抽屉。对，可以立起来这样子。OK， 好。那围巾也先把它折起来。哎，那你知道围巾怎么折吗？围巾怎么折？我在影片好像有讲，糟糕，被抓到，我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回去慢慢看。好好好好，我反省，我反省。一样是长方形，对不对？然后嘘嘘，嘘嘘是属于不规则的部分，所以要藏在里面。对，好，我们把它折来，就是要超过它那个嘘嘘部分比较好包进去。等下把毛巾放进来，放这样。今天过后，我会让它消失。大概剩下两三条就够了。其实毛巾也不会掉很多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个不能压到。这放这边，这样你东西不能乱放。平面东西很容易会放一些东西上。所以放。以后那地方就是帽子的位置。帽子的领域。这个小的就放小的那边去。刚好这边有四个大小。四个大的。就知道这边有四个最大的。嗯，对。好。然后这个。好，所以现在这边的衣柜啊，上方这边就是挂浴巾，所以这边以后就先挂浴巾就好了。嗯，然后最好是它的数量也不要再扩散到这边来了。对，其实放这样也还好，就是你里面如果东西不要乱放的话，就是、嗯、好，你方便的话就 OK。哦，对，不会啦，不会再多了。好，里面就是卫生棉的区域。嗯，好，就是放卫生棉的。对，然后两条大被子，然后这一区就是都是你的内衣跟毛巾，我的东西，对你的东西，这个 L 型的，我下面的话就是另外两条比较薄的棉被，比较少用，放下面这样子。那你来说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吧。这边是小朋友的棉被，然后就是这两个也是小朋友的床包、枕头套、床包跟被套。OK， 好，这个弄得很好哎。小朋友的发饰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一目了然，哦对啊、就要拿什么就拿。对啊嗯、但它不好的是它有两面，我想说那后面是要干嘛？后面啊，我不想放。对啊，就直接放一面就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呢？哇，酷啊！其实我觉得这些可以跟他说拜拜。好哦，我没有再穿。OK OK。这条也是的，这个是哦，这是坐月子时候的大风草。好，拜拜。然后这个是袜子。OK。好哦，这个我就跟他说拜拜吧。去，好，我超大条的，那这很重，你不会干。这可能用一个大纸袋就可以装到那个送给别人。衣柜的部分的话，你有想要我们什么协助吗？还是你想要再慢慢看？嗯，我想法就是，我就把夏天的挂上面，冬天挂下面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因为其实也不会很难找。OK OK， 好，就先这样好了。OK OK， 好哦，谢谢你。谢谢谢谢，不会。其实你可能原本衣服什么其实都会折，然后也都会整理。只是没有想到说它可以应用在被单跟毛巾上面。对，然后还有浴巾、被单啊、床单都乱塞，但今天就把它知道怎么折，然后把它定位好之后就没问题了。你已经学会了 ，OK， 对对对，就没问题了 ，OK， 好。我觉得可以应用在小朋友的那个衣柜，对对，因为也多出来，对，更多空间了，空出来了，对对对，好哦，今天谢谢你。